黑的女人家里灯火一锣鼓一响，好戏开场。本期乡村大世界转出好人生系列节目依然与观众一起领略二人转演员功夫的魅力。三组选手将使出18般武艺，为您献上一场视听盛宴。最终谁将会成为观众心中的人气王呢？不要走开，更多精彩尽在本期乡村大世界转出好人生系列节目。他们是来自黑土地的草根艺人，台上一张笑容，一身功夫，台下为梦打拼，便受伤。何地主？对，二人转，帮他们转出了更大的舞台，转出了人生的尊严，转出了崭新的梦想。追梦之路有多长？转出好人生，向您讲述。锣鼓一响，好戏开场。您问我啥戏？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从5月到8月，30组优秀的二人转演员齐聚北京，转出功夫给您看。想找乐的，您往这儿看。二人转演员都是段子手，专治各种不开心。想看绝活的，您往这儿看。二人转讲究说唱伴舞绝，演员们都是功夫高手。那绝活，胆小的您都得闭上眼。想听戏的，您就更得往这儿看了。9腔18调，72嗨嗨，总有一款适合您。就从此刻开始，就在这个舞台，二人转演员要挑战斗功、拿手功夫、即兴功夫大比拼这3道大关，争夺当期的人气最高选手。讲出好故事，转出好人生，挑战马上开始。斗君娱乐，开心是宝。本节目由君乐宝乳业独家冠名播出。今天是转出好人生的第10期，我们本期的特邀嘉宾是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舞蹈家协会主席王小燕老师。在1997年全国春晚上，有一个小品叫做《红高粱》。模特队里头那个小辣椒想起来了吗？朋友们，今天呢，王小燕老师一开场就要给大家带来具有浓浓关东风情的大礼，掌声热烈有请王小燕老师。你们要知道，今年我们王老师芳龄多少，你们就掌声更热烈。那你们想一想，王老师今年多大？30。30？ 啊，18呀。
那你这是故意啊？四十啊，啊，这还是您自己报吧。今年59岁。怎么做到的？舞蹈带给了我的青春。再次掌声欢迎小燕老师就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介绍我们今天的点评嘉宾，著名二人转表演艺术家杨金华老师郭兴迪，欢迎你。爆板腔，主要的特点就是闪板夺字，唱的你绝对能听懂，而且还速度特别快，跟那板还不掉。小蟑螂啊，主要描述的是小红娘刁难张生这一段，抱板夺字用这段腔去来体现。你仗着红门，一向是我仗着盘头了法了法，盘头心巧无比，大姑娘你会因此50两，我的运保证一双，你会因此5百两，我们娘倒了倒了，东北哥拉丝在今天有包袱眼，有底无盖破皮箱，要皮箱穿红药，里的装配了人家几件子，单价平民好衣裳，到不到吗跟你顶上，快去快去你快去，红娘等的心着忙，哎哎哎呀，红娘大姐呀，你听惯响啊，哎哎哎哎呀，粉皮花下来长又长啊，有的风来有折凉，盈盈余温的情意长，全仗姐姐来帮忙，一文珠嫁了个心别慌，牵红线这个生命长啊，认识的少不了你这一行啊，哎呀哎呀哎，红娘姐姐呀，哎呀哎哎哎呀，好，这是把掌声送给两位老师，太精彩了，谢谢，好好，谢谢谢谢谢谢。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斗功大比拼，二人转演员们必须现场挑战三位全国最不爱笑观众，每一组演员上场，三位最不爱笑观众都将分别得到10个由君乐宝乳业送出的健康乳品大礼包，每个价值300元。比拼中，演员每逗笑他们一次，就能从他们手中拿走一个君乐宝健康乳品大礼包，反之大礼包就归至三位观众所有。逗乐高手能否逗笑冷面观众，让我们拭目以待。现在全国征集到的3位冷面观众已经在我们观众席当中就坐了啊！问一问，年轻人都是非常开朗的、热情奔放的，你为什么不爱乐呢？我是最近这几天比较倒霉，遇到好多烦心事儿，晚上走路没有灯，撞电线杆上把手机给摔坏了，然后上周呢本来想买个手机，半道上银行卡又被偷了。所以破解你这些倒霉的运气的就是笑，你一笑那些东西就都不找你了。拿起手机开心一摇，您将有机会获得由君乐宝乳业送出的健康乳品大礼包。道君一乐，开心是宝，本节目由君乐宝乳业独家冠名播出。逗乐高手能否逗笑冷面观众，首先有请第一组选手上场。来，先自报一下家门。我叫台柱子，这是我媳妇儿二丽。你叫台柱子？不是，岳老师你误会了，我叫柱子，今天站在这转出好人生舞台，简称台柱子。哦，来了解一下他们两位功夫背后的故事。受叔叔的影响，16岁开始拜师学艺。由于生活压力特别大，柱子曾经2次放弃过二人转表演，做过很多工作都不成功，并得了抑郁症。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对于这个行业失去了信心，没有了自信，整天一个人憋在家里边，不想见到任何人，也不想听到声音。我认识他的时候，就是他状态最糟糕最差的时候，不爱说话，也不与人沟通，脾气非常的暴躁。在我不行的时候，是他给了我信心，给了我自信，让我重返到这个舞台，走到了今天。在他重返舞台后，许凯泉给他提供了更多的演出机会，并在表演上对他细心指导，让柱子对自己的演出更有了信心。二弟呢，是我们和平大县的女儿，从小
他爸爸就把他送到这里，可以骄傲地说，二舅是我们和平大学的姑爷。在我人生当中有两个恩人，第一个就是我媳妇儿，第二个就是徐总。真想象不到这么阳光的柱子啊，还曾经得过抑郁症。最严重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都有一种就是出现那种幻觉，就有人叫我跟着他一起走，是吧？总想着有轻生的念头，是吧？就像有一阵是啊，就像明白似的那种感觉，但是就无法控制，控制不了，控制不了自己，控制了自己情绪，控制不了，非常难。其实人好像有两个我，一个我是很正常的我，一个我是一个不听话的我。这两个我没法统一到一块儿。对，就那我倒是对柱子媳妇儿二弟，我倒是他在最糟糕的时候，状态最不好的时候，你恰恰认识了他，甚至还要走进他的生活帮助他。可能也就是一种缘分吧，我就喜欢他人好老实，然后对我也好。我的人生改变就是遇到了二弟。自从认识他以后，每天就是像哄小孩一样，总在开导我呀，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非常感谢。说的在家怎么说呢？比如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合，一个特殊的时刻，哎，其实他正好借着今天这个舞台说给你，看起来就那么几个字，谢谢你啊，真的。他其实对你充满了感激，挺幸福的。哎，我倒真觉得这二弟这个从上台到说，甚至说起他的这个抑郁症，你都一直在笑着哈，就特别的阳光哈。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怕黑的女人家里灯火依然啊啊。这么乱吗？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最终，谁将会成为观众心中的人气王呢？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精彩。大家可能对我不是很熟悉，我人生当中有三次不幸的婚姻。我第一次的那个他，跟我过了三年，领着别人家媳妇跑了。我第二次的那个他，跟我过了五年也跑了。这个是我第三个，七年了他也不跑啊。你啥意思啊？咋的了？你说这话瞧不起我呀？我还瞧不起你呀？这瞧不起我的人多了，你算老几呀？那你想让我瞧得起你，你行吗？姐这辈子就两样不行。哪两样？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其余的都行。那跟你不等于没说一样？那不还是不行吗？谁不行？到底你会捡啥？你会整啥呀？葵花宝典，独门绝学，葵花点穴手，飘飘，是不是不能动了？是。哎呀，这啥？练过？不是，就这玩意，这玩意谁不会呀？你会自己啊？就多简单的事，人家好的来往前那给风。往前来说话呀，咋的了？嗯，给我解开呀。就，哎呀妈，有意思吗？多是啊！哎呀，好玩不好玩？这都不算什么，知道吗？他咋的？我最厉害的是隐身术。啥？见过吗你？隐身术？隐身术？啥是隐身术啊？看不见我你一边去吧你！啥玩意儿？这幼稚的东西！这跟你说，我不跟你玩了。为啥不跟我玩？我跟他仨玩去。啊！你太不配合我了，不是一点默契都没有。演出呢，得录节目，上哪去啊？你回来。我们似曾相识，好像在哪见过。你咽吐沫干啥呀？你渴了？要乐你渴了，来去给我求点水去。求水。看不见我，一个。看不见我。呀，两个。看不见我。三个。这回为了打开一下尴尬的气氛，我给你唱首歌行不？配合一下，你俩要配合一下，好吧？你给我配合一个字儿就行啊！注意，好。怕黑的女人家里灯火依然啊！你给我唱后边那个啊，行不行？行，可以。怕黑的女人家里灯火依然啊！
No, 不是这种感觉，再温柔一点。来，宝贝儿，你是最棒的。怕黑的女人家里灯火依然。啊。那怎么老啊那直人呢？你再来最后一遍，同我们掌声鼓励鼓励，行不行？怕黑的女人家里灯火依然。啊。啊。还是啊。算你啥呢在那儿啊？我仔细一看，他怎么感觉像跟我过了5年抛弃我的那个他呢？是你吗？你能和我合作一段吗？咱们给朋友们演上一个现场的 MTV。好，掌声，请一下。来，站在这里，感谢大家参加我俩的婚礼，谢谢大家。哎，鞠躬。你别冲我整啊！你说他俩的这是。去，给我取个凳子就去。我才不去取呢你。哎，好嘞。来，坐吧。他嫌我脏了，这是。你演我3年前的初恋男友，当时你家老穷了，穷的叮当响，然后我特别的爱财，我就和你分开了。后来我找一个有钱的男人，就是现在的他。但是我过得一点都不幸福。后来咱俩在一个咖啡厅里边偶遇了，当时我就看见啊，这不是我那个他吗？我想求你回心转意。当我跪着的时候，你就不干呢，不要我，推我，我跪着求你，你就不干。来一遍，来，亲爱的，原谅我吧。没吃饭呢，使点劲儿。亲爱的，原谅我吧，我错了。哎呀妈呀，真有趣儿。哎呀。我还没说呢，你老推我干啥呀？啊，来，看着我的眼睛，你转过来看我行吗？这么好像有点瞧不起我。笑了。你让我再一次握你的小手手，你让我再一次亲吻你的笑脸。停！你这，人家亲他小脸脸，你笑什么？你说，傅老师啊，可以换一下吗？他想亲。你看，又笑，又笑了，又笑了。顺着我脸庞滑下的是我的泪滴。在我胸中跳动的是我的心，爱人的心，亲爱的，原谅我吧。哎呀，哎不，亲爱的，你不要这样好不好？乐了。爱人的心都是玻璃做的，记忆破碎。就无法再愈合，就像那只摔破。你是爱上我了吗？一直在看我，再也听不到啊原来的音色。来，音乐停。虽然你笑了，但是我不能让你白下去，知道吗？我要送给你一个深深的、带有祝福意义的一个拥抱，好吗？又笑了。啊，我知道他啥意思。你说送给他拥抱，他暗示你，他摸了2下鼻子，他说抱2次。没有问题啊，拥抱的松紧度你来掌握了，时间的长度，好朋友们掌握好不好？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她笑弯了腰。你是抱还是不抱？乐还是不乐？谢谢，感谢这位帅哥的配合。其实我一直在考验我们中间这个美女，你跟我说实话，她表演的这个环节你笑没笑？你没笑吧应该。那我告诉你，你笑了一次，你那个大礼包就有一个属于人家了。好，你放心，在周公大比拼环节呢，一共是5个大礼包。谢谢大家。谢谢。就他俩是那种非常典型的女斗男憨那种搭档，有一个额外的斩获，就是他在台上的时候呢，结果底下那小伙一不小心乐了。对，就人家在台上表演，刚一唱第一句什么亲你的小脸脸，
你为什么就绷不住了？你告诉大家什么原因让你笑了？觉得挺可乐的，也挺羡慕的。其实要非常认真的倾听他们三个人不愿意笑的原因。好。比方第一个小伙他说又什么手机先丢了是吧？然后丢完手机，结果去买手机的到那儿把卡又丢了。所以你这在使包袱的时候，你就往他这上面砸他。啊，这个还真不知道。要是这样的话，那我肯定说是不是卡丢了？啊，对你这不就是不是包丢了，手机也丢了？是，你咋没把你自己丢了呢？对，这你看你看笑了，又笑了，是不是？又笑了吧？所以你要戳中他的笑点。在观众的心目当中，隔岸转演员这么样近距离的去沟通交流，能够把他们逗乐，这是你们的智慧和才华所体现的。谢谢老师。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组选手上场。帅哥靓妹，两位自报一下家门。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四龙。我叫丹阳。好，我们先通过大屏幕来看看他们功夫背后的故事。17岁的四龙刻苦学习，然而急于证明自己的他，却迎来了人生中第一次打击。在二人转学校出来之后，一个小剧场去演出，去演了两天，老板也没相中我，又不怎么的，给我打发走了。后来朋友又给我介绍个小剧场，去上河北，在河北那边演了也是几天，老板后来也没相中，也给我打发走了。经过一段消沉的时光，四龙开始了他魔鬼式的训练。其实最痛苦的一件事，我感觉就是我老公嘛，硬汉练软功。后来我出去演出，很明显的观众也认可我了。通过二人转，我在市里也买房了。我感觉我们现在的生活挺好，我挺满足。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哎，斗功大比拼，挑战开始。有的好朋友们都不认识我，来，这观众多热情，这观众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家庭妇女呀、啊。介绍我，那是埋汰我呢吗？往小了介绍。身边这位是我孙女啊。不说小点介绍吗？你这么介绍我，尊贵、古老、高端、大气、上档次那种。旁边这位千年干尸啊。你会不会说话呀？谁不会说话呀？那我今天来到咱们节目组，到这眼，龙哥就教我说话了。教你咋说的？那么好，尊敬的各位来宾。啥玩意儿那么好啊？龙哥就那么教你的？吓我一跳，别老上手，来录节目来了干什么？那你好好说。那么好，感谢好朋友们光临。感谢谁呀？后边没人鼓掌，三位观众都没笑，你感谢谁呢？你会不会演呢你呀、啊、不用你演了行不行？就给你上后边休息一会儿，我自己来啊。美女长得真好看，美女长得像女的似的，瞅瞅看我，美女看我都飞往这看。挠头都飞，你看，笑了，看，笑了。哥，你也不笑是吧？不笑，给我拍手行不行？给我鼓掌不白鼓，出门捡钱，祝你500减。美女拍两下，1000减，2000减。好，我也拍。啊！我也鼓掌了，有你啥事儿啊？捡钱吗？你别拍了，他们捡的钱都是你丢的。不像我二人转演员多才多艺，我得给朋友们来点小节目。你看，来一个小神腿啊！一、二、三，走！哎，再来一个！走！哎，四郎，有本事你往回跳一下！来，两位往回跳一下来。来，别说话行不？那能跳回来吗？怎么不能？掌声都来了，你不跳吗？你注意啊！常言说得好，上山容易，下山难。一二，哎，笑了啊！不是，别笑不笑？你那啥呀？你那是？的确笑了，的确笑了。我不管他笑不笑啊，关键是你得跳回来呀、啊，你得呀、啊。跳不跳回来？都搁这看你这功夫。跳回来，那情绪得老到位了，信不信？你来一下呀！来，三、二，好！哎呀，行不行？太厉害了！再来一下，我刚才再来，我再来，龙哥给你。我没看清，刚才。哎，龙哥，你对我盯着点，笑了。笑啥笑啊？你干什么呀、啊、你啊？干啥呢？你给我衣服怎么撕了呢你啊？
演出你回演啥出啊？演出有撕衣服的吗？谁撕的？不是你找茬是不是你啊？我跟你说，小厂啊，逼我俩上手。你别指我啊你啊！哎呀，脾气不好，不知道吗？你脾气不好咋的呢？少林寺待了8年，知道不？待8年，我怕你吗？我逼我出手，你出手你能咋的你？活的不知道是不是？中华武术博大精深，滚去！跟谁俩练的那是？好，再来一个。你看，不是，你不能在夹缝中生存。干啥呢？你跑这干啥来呀？看演出。走，上去走。哎，扒拉谁呢？我扒拉你，那我扒拉谁呀？你俩不能这样，停，你俩不能这样。我坐在这儿影响你们打，你我躲开。没事，这么乱吗？咋的？乐队敢打观众？你是观众你？观众啊。跟谁来的？跟谁来的？跟我老叔啊。不是你管他？你看我老叔，看我来给我让个座吗？不是，那你管他叫老叔，他答应吗？老叔。啊？哎，答应了，你看。谁答应了？你上去过来。嗨嗨，我老婶也来了。我跟哪呀？你老婶啊？啊？谁呀？谁？我老婶在这呢吗？你上去。乐了，你看乐。快下了，快上去，你看。他在那看热闹。等上去。你老婶还来了你？不是我衣服给我撕了，你跑什么？怎么赔我呀？别整那下，一会儿演完出，我多给你买两件就完事儿。一会儿给我买两件、啊。录节目为了好朋友开心高兴呗，回来来。你赔我啊、哎！你别整那没有用，你知道不？干啥？一看你那样，智商不够用，知道不？谁智商不够用？说你智商不够用不服啊？我智商相当聪明，我拉弦的，你是后边乐队老师是不是？后面乐队，你看吹唢呐的，你说问你个问题来，啥问题啊？说唢呐为什么一吹那么响？哈，这个你问着了啊、嗯！我是行家。哎呦，笑了，能，老师得盯着点老说不，我就你不你老师啊，不是，笑不笑？笑了，笑了。唢呐吧，它有眼儿啊，它有眼儿就响啊。说那话我就不愿意听，还有眼儿。对呀、啊，那我家农村那大铁筛子还全是眼儿呢，它怎么不响呢？你那个筛子那不是扁的吗？它扁的它就不响啊。扁的，那你说那话。后面挂着大铁锣还扁的呢，一敲哐一下呢。那锣子不有琴儿吗？有琴儿就响。还有琴儿，那大铁锅还有琴儿呢，它咋不响呢？铁锅不铁的吗？它不响。铁的。那少林寺那铁钟还铁的，一敲哐一声呢还。那钟不在空中悬着吗？那悬着它就响。悬着，那秤砣还悬着呢，它咋不响呢？那秤砣。它死心的，死心它就不响啊！死心的，手榴弹死心的，那一扔，砰一声。你一个手榴弹，把这两个都炸笑了。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现在做到第10场，这小伙子是第一个靠硬功夫，就是这个腿朝前朝后能把人逗乐的一位演员。他今天有几个第一哈，就是。转出好人生的所有的二人转演员，到目前为止你也是第一个坐到傅玉龙和冷面观众中间的。从客观上你放松了这3位观众对你的警惕。我是觉得这段二人转演员呢、他上场的节奏把握的比较好，他可以连续的在这个节奏的环节当中一步一步的把这个观众逗笑了，手段是非常高的。谢谢。好，我们有请第3组选手。太好了，表演！鱼，来，不是你干嘛呢？啊？我激动。我瞅你怎么像麻将里那妖姬蹦出来了呢？来，你再激动，你不也得稳当的吗？好不好？哎，我最大的错误今天就是把你领到这儿。咋的了？大伙上眼瞅瞅，看我俩往这一站，像不像组合家具高低柜？来，咱们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苗旭。我叫刘伯庆。好，我们先通过大屏幕来看看他们功夫背后的故事。刘伯庆出生于二人转世家，15岁开始学习的他，天分十足。我和我媳妇儿算是天衣无缝的一对搭档。我平时比较安静，她呢比较闹。因为她在这个舞台上是一个女丑。他在舞台上就是一个非常搞笑的演员，平时生活当中呢也特别搞笑。
会给我讲一些很多很多搞笑的段子。一个五分熟的牛排和一个七分熟的牛排，他们两个突然间走到大街上相遇了，但是他们俩没有说话，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不熟。但是讲完之后他就忘了，但是我都会帮他记着，我就会重新的加工，把他带到舞台上，每一次反响都特别的不错，观众都特别喜欢。准备好了吧？把三位不愿乐的观众逗乐呗。嗯，对，我不一定有这个能力，但是我相信我搭档会有这个能力。啊，这就开始了啊！好，来来。今天是首次来到中央电视台为大家表演，非常的开心，对劲，也非常的激动，不一定能演好，对劲，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一会儿大家想听什么看什么直接喊出来，对劲，歌曲小品，乐器功夫，对劲，我都会一点，不一定能演得精彩，是啊，你没吃药吧？我吃多了。不是哪个演员上台像你似的一个劲儿嗯啊对劲儿啊，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啊？不是，我就丑三三，我害怕。你不用害怕了，你不用害怕，他跟你长得一样，就如同照镜子呢，好不好？他比我好看，因为吧，我感觉就是我上这来，我是头一次来，完我就感觉就是这么些人都搁这瞅我。完了我就把就是不知道是哪嘎子，就是那就是你们都是看着，不是你说什么了你就跟人家嗯啊？不是，那哥明白了，他明白了。原来要点头呢，上台不要瞎说话了，因为我的搭档啊，我看好像有些紧张，让大家见笑了啊。没事的。你能不能少说话呀？不会说就别说，行吗？都拿来，快点！我一拳我门牙，我给你雷掉他！你有这个实力啊？真气人！你哪有这样的演员？你上台演些什么？别老哥，小哥，你别生气，别生气，生气对胎儿不好。你是不是不信我真打你啊？那你信不信？那我能挺住啊？瞅你那出声呢，他没挺住啊！长点脸，就你那大牙给呲呲的，瞅你那大牙，你抠腹麻将还得胜负军旗，你看看前面的女演员，哪个上台像你那么表演呢？啊？那你说我不为了上台艺术现身，我就逗你乐吗？那你就搁我越整这虎出吗？像煤气罐成精似的，这姿势，那你都不鼓掌，这咋的呢？都啊，都拍了啊！别上台净说一些没有用的，拉倒，别啥用，啥有用啥没用，给咱逗乐了就都有用，对不对，朋友们？啊，这上台这个那个演绝活，哥你说啥是绝活？同学你说，不是你不搁这抬杠呢吗？啊，你说些什么呀你啊？啊，我推你怎么的？导演都搁这儿，别难闹。我导演谁搁这儿，我就推你了，怎么着？官人，大官人莫要动。什么官人，净搁这瞎说。哎呀，这是我的大官人，你看那小眼睛长的，哥就是你的眼睛，全是啊，就是在这屋里看的是全景吗？别瞎乐了，有一个跟你眼睛差不多的也乐了，这个是你失散多年的兄弟，你净搁那瞎说，什么玩意儿官人官人，谁是你官人呢？瞎说，你看净搁这瞎眼，有一点正经的吗？你看。你把那眼镜哥哥弄上来，让他演个武松，咱们仨演个水浒传吧，好吗？不是，谁？武松？对，眼镜哥哥。不是，你要干嘛啊？叔叔来了。叔叔莫怕，嫂嫂有礼了。哎呀呀呀呀呀呀！行，等。乃是嫂嫂有礼了，是叔叔有大礼包了。行了，就到这里吧，感谢大家。叔叔，行，别跟金子别。喂，你看你别，你一叫叔叔他就乐。叔叔，你彻底输了。可以了，可以给他留点，别找下去，别炫耀了，不好。
留着吧，叔叔，别整，别整，叔叔回家得给婶儿呢，不行，别整。你看，我这演完了。关键他输得太惨了，这个叔叔。你有完没完了？啥玩意儿？你就连定力都没有。是。还剩一个，坚守住底线。叔叔。哎呦！我跟你说，不许再笑了，你再笑就得打条了，知道吧？傅叔叔，行了，别没完没了了啊！谢谢大家，感谢感谢，谢谢评委老师，谢谢谢谢。13个大礼包，收入囊中。今年真是咱们演播室内的最后一场，恰恰是我们可能开赛以来掌握最多的最多的大礼包。眼睛哥，你谈谈感想，叔叔。今天很开心，我丢东西的事儿已经过去了。前面那个丢手机啊、丢卡都丢得很不开心。是的，今天你丢得非常开心，而且小伙你知道吗？你也是十场。观众当中唯一的一位全输光的，他们把自己的特点利用得非常好。你看，这小伙就因为眼睛，这眼睛人还得一个大礼包呢。看不着全景，我感觉他真看不着。尤其是这个女演员，我觉得她浑身都是戏。我觉得她不是在表演，她完全是一种生活的状态，在生活的状态当中把幽默的这个环节表现出来了。所以他们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看你也没有下来，你们俩就在台上，你一句我一句这么逗，用自己的智慧把观众都逗笑了，非常成功，好演员，祝贺。谢谢老师，谢谢大家。接下来呢，我们进入拿手功夫大比拼。拿起手机开心一摇，您将有机会获得由君乐宝乳业送出的健康乳品大礼包。道君一乐，开心是宝。本节目由君乐宝乳业独家冠名播出。我们首先有请第一组选手上场。好，准备好了吧？两位准备好了。好，讲出好故事，赚出好人生，挑战开始。正月十里啊，正月初三分啊，村里边放年假，咱们俩去串门啊。转回时来叫了一声哈呀，你过来有点事，看看外边有没有公司啊。咱们两个人啊去串门，当天去怎么当天回啊？再看看你爹你妈，我的老丈人，快！没被关过的岭啊，没被关过的山啊，没关过的青山呀，没被关过的米粮川呐，没被关过的蝈蝈叫啊，劲儿那么甜呐。没被关过的花儿草，你说没关不没关？没被关过的花儿草，你说没关？这么样的全场互动鼓掌，这是唯一的一次。哎呦，其实我真的觉得你们俩是绝配，一个很靓丽，一个很憨朴，是吧？我个人倒是建议你们俩要把它极致化，走一土一洋。这两位演员我真的觉得是很有实力的演员。谢谢谢谢。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最重要点就是爱情的力量，所以希望你们两位一定幸福快乐的为二人转的发展和传承做出更多的贡献。谢谢老师，谢谢谢谢。我就觉得这个说到这个说唱伴舞绝，这个舞蹈的舞啊，这个其实我们很难看到二人转演员就专门跳舞蹈，但是呢，您会在觉得他的表演当中，这个舞蹈又无时无刻不在。小二老师是舞蹈家，我听那个二人转的老艺人跟我说，二人转的这个舞主要是指这叫三场舞。小二老师，咱上舞台上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好。
实际呢，三场舞是暗转演员在出场时的一种生活状态的城市化的表现。他有动作，比如说整整领口子啊，摸摸鬓边子啊。我说，然后您来做，啊、好不好？行，整整领口子，领口子，摸摸鬓边子，抻抻袖口子，拽拽大襟子。提提鞋跟跟子，大家以往没有这么分解，我们掌声热烈，我们给来个连贯，好不好？啦个哩个哩个啦个啦个哩个哩个啦啦个哩个哩个啦啦个个个哩个啦个哩个哩啦个个哩个哩啦啦个哩个哩个啦哒哩哒哩个哒。哎呀，这眼神，大家看这眼神。小辣椒的记忆一下子是不是全恢复了，朋友们？哎呀，97年到现在19年的时间，但是我们小燕老师勾人的眼神一直在大家的脑海当中。朋友们，是想看呢，还是想看呢？走了。火辣辣的心呐、啊，火辣辣的情，火辣辣的小辣椒透着心里红，火辣辣的眼睛会说话，火辣辣的小样招人疼，火辣辣的表演全都是劳动，火辣辣的范老师请你多批评。下一个组合有火辣辣的我，失陪了范老师，我来寻造型。大家把热烈的掌声再次送给小样老师。这过跳过之后，咱们有请第二组选手上场。说唱伴舞爵士，二人转演员的拿手功夫，你们俩最擅长什么？我们俩最擅长的就是绝。怎么绝？朋友们都没看见过。对，卖关子，挑战人体极限。好，讲出好故事，赚出好人生。媳妇儿啊，这一关呢还交给我吧，我来吧，你下去先休息一会儿啊。老公加油。接下来我给在场的好朋友们来个挑战极限，来点我的绝活，上道具。给好朋友们来个空中劈叉。结束了，完事了。你这个前面说的太满了，说的太夸张了，太大了，不绝呀，龙哥，我得给来点绝的。干啥？你要干啥？你是要把腿架到傅玉龙身上吗？怎么了？怎么了？这啊！别，你别动。你腿给我放椅子上，你往那边靠，你往边靠靠，你站直，你从那上蹦下来，这是绝活。你看我在给你蹦，这才叫绝活。龙哥，龙哥，那你这比我的绝。说的心里话，我还有比这还绝的。那你就直接来呀、啊。有没有桌子？桌子有，给我抬上来三张桌子来，来上道具。三个桌子码好，不是三张桌子够不够？龙哥，这电视台的桌子这么高呢？啊，别！平时练那桌子是多高啊？就这么高。他这个桌子长大了，就这么高啊？行还是不行？今天捧你们这么热情，来到赚出好人生，必须行。别着急啊，我不是激将法，你万一从那上来，咔，然后下来之后出现点什么危险，龙哥，什么叫绝呢？这就叫绝。对，但是我希望你绝归绝。别来这一下告别舞台了，好不好？没事，你放心，龙哥啊，我肯定是在你后边，好吧，好吧，好，来，好。就他下来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呢？就是起不来了嘛，把腿劈在舞台上，哎，人走了，腿留下，腿留在台上啊。怎么那么残忍呢？接下来给朋友们来个挑战极限，来空中飞唱，好不好？希望在场的每位哥们儿、姐们儿、叔叔阿姨配合我一下，
我喊一，你们喊二；我喊三，你们喊四，我直接摔下去，好不好？不好。四楼。等会儿，这要不是毕老师，您先给示范一下。不是，你是要来真的？必须得来真。今天这捧得多捧。小伙子，我跟你说，其实我做一个非常公正的评价，他刚才表演的前两班这已经可以了。哦。见好就可以收了。而且，哎，我再问一下，你这个功夫练了多长时间？十多年了也。有100%的把握吗？绝对有。就是大家觉得跳还是不跳？你上来试试。这小伙子，我话一喂了，他在跳。不行，我下去龙哥，你上来吧。四楼，你跟大家说实话啊，有没有把握？必须有把握的。了不起，掌声送给他，谢谢大家。这个绝活呢，以成功很完美的收官了。说唱伴舞绝，龙哥等会儿，田叔哥你上哪了？这就结束了，完事了。我认为这个不叫极限挑战了。别干，完事了。来，把这凳子搬上。哎，来，那个，你不要，这个他有这个实力，我了解他。朋友们如果想看的话，来点掌声，让他再来个挑战。不，好吧。来，你上去了不行。来，真不行，来个掌声，不要，王长，你是我见过的最小气的人。四龙，好，能跳最好。你不还是盼我吗？不跳可以下来。老，我先上来。来着，给大家打光一个。来，还是那句话，四龙，有没有把握？没把握就下来一点不寒碜。四龙。我每次演出都是3张桌子这么高，今天等于4张桌子来到咱们转出好人生这个节目，这个绝活必须演，好不好？四老，哎，那个一是要三思，按照我们正常的规则呢，如果你心里真的没有把握就不能跳、啊、但是今天啊必须要挑战一下。只要我俩是在角上下功夫，不管怎么样了，但是我感觉一定要出彩。对。感谢朋友们。什么叫说唱伴舞绝的绝活？谢谢大家，感谢。他实现了他上场时候的诺言，你们都没见过。掌声送给四龙，谢谢大家，谢谢。我想问一句，你这个练这样的功夫是从小练的，还是在多大的年龄练？16时候练的，也有点晚了。所以我说舞蹈员一般现在都是从5岁开始练，像我们那时候12岁练，像他16岁，基本骨骼和韧带都已经比较硬了。所以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能够把这个功夫练到这种程度，我想你背后付出了很多的心水和汗水，甚至是眼泪。所以我想全场的观众啊，应该通过他的这种极限挑战，应该在背后能够看到我们所有的演员都是要经历过他这样的一种磨难和一种刻苦的训练，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谢谢大家，谢谢。好，我们有请第三组选手。这还是那个苗旭吗？还是他，叔叔。讲出好故事，转出好人生，挑战开始。夫人，将军，夫人，将军，你这是怎么了？夫人，没有时间和你解释了，敌军已杀入城中，摆在你面前的只有2条路啊。哪2条路？一，死在夫君的剑下；二，让敌军把你抓去，你选择吧。将军，
鬼气我生是你的人，死也是你的鬼。我还选择第二条路吧，行不行？不是，我问你，苗旭，你能不能好好演啊？其实我不想。咱俩这段节目是要到舞台上表演的。我知道。你说你台下排练你都排成这个样子，你上舞台你能演了吗？啊？那我咋的？我再问问你，你演谁？我演他媳妇儿、夫人。你演将军的妻子。对。将军的妻子是非常漂亮、贤惠的一个女人。那咋的？她不会选择第二条路的，她肯定就选择死。那你整着我行？听懂没啊？那死，跟他演。一说就不乐意，一说就不乐意。夫人，让我们来生不是再见吧。哎，我不是，我刚上来不大会儿吧？完了，我不是节目我们演一会儿完我就死了，你谁能记住我呀？我想问问你们呢。夫人再见吧。发现你先别整，没说话呢，干啥呀？我搁这演钢铁侠呢啊？你脑瓜都血掉了，你还能跟他唠嗑吗？啊？谁我呀？我就没出血呀，爷爷。这是表演，现在这把宝剑削铁如泥，搭边就得死，明白吗？啊，就是收不下我就死了呗。就是那我不能、哎、再来一条，再来。好好演吧，求求你了，好吗？请。夫人，来生再见吧。啊我好像搁这演小李飞刀呢，我这刀好像是飞出去的。来，起来，来，起来。咋的了？哎呀，我看呐，就是你这种状态，好像不是我这死了。也许是我杀的有问题啊、哦。这样，我不这么杀了，你死不明白。啥？我死不明白。你把袍子撑开啊，把这裙子，哎，我这样。借个假镜头啊，我往这儿这么一捅啊，哎，往出一拔，你就死，好不好？啊，就这么的死就行了呗。哎，能听懂吗？能听懂啊。不是，好好演吧，好吧。找不好那个接骨眼儿，对，这样可以了吧？可以。来，夫人，来生再见吧。不吃，不吃，啊！哎呀，我求求你了，你到底能不能死啊？我这都杀亲手了，我杀你多少回了？那你哭啥呀？那我为啥杀不死啊？逗你了，你别老整他说，那你上哪整他胡说哭啊？我起来逗你玩呢，起来，这死一下就死。夫人，再见吧。将军，不吃呀。杀他比杀猪都费劲。夫人、啊、不行，你先等会儿，我这嘎个挺啥、啊、等会儿啊。演不了了，我搁这哭谁呢？我哭摄影师呢。我告诉你苗旭啊、哦，这是我最后跟你一次演出，我再都不带跟你演这个小品的。哎，干啥闹玩呢？哎，回来这跟闹玩呢吗？谢谢大家。用一段小品来做一个拿手功夫，挺难的。但是我确实觉得通过他们两个刚才的演绎，特别是女演员，本来我们以为你可以演个贤淑的美女了。结果后半场你又变成本色了，当然我知道这恰恰是表演的需要，啊，这样一种反差，给我们这样一个不一样的感受。谢谢老师，谢谢大家。朋友们，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关即兴功夫大比拼。拿起手机，开心一摇，您将有机会获得由君乐宝乳业送出的健康乳品大礼包。
斗君娱乐开心是宝，本节目由君乐宝乳业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呢，我来宣布一下抽签规则。在我面前的玻璃缸里有16张用 A4 纸做成的纸筒，每个纸筒上呢都写有一个词组。我们每组选手呢分别抽取三次，抽出的词语呢就是即兴功夫大比拼环节的三个关键词。那么他们要把这个三个关键词呢现场串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演绎出来。首先有请第一组选手抽签。来，三个关键词，抽取三个纸筒。停电，蒙圈，解美，解傲娇。好，有请第二组选手，车祸，打酱油，72变。有请第三组选手，折叠，暴脾气，夸我呢，美男子。首先我们有请第一组选手。我们先通过大屏幕来回忆一下他们抽到的三个关键词是什么。解美，解傲娇，蒙圈，停电。当时看到这三个词的时候真的有点蒙圈了。解美，解傲娇，我感觉就是他说能比我说就是更搞笑一些。即兴功夫大比拼挑战开始。二人转说唱伴舞局，咱给朋友们唱一个呗。咱们唱一个《刘巧儿交线》吧。那也行，你先打扮一下。咱俩排练排练啊。行行行，我打扮一下。哎，你咋这打扮啊？解美，解傲娇。小儿我自幼儿啊，许配大家。不是你唱，刚才唱的什么词儿？你，哎妈，你干啥呀你呀？你唱的什么词儿啊？你唱错了。我唱的朋友们，小儿我自幼儿许配大家吗？那是赵家。再说来这么多好朋友们，你许配给谁呀？那现场朋友都来捧场来了，你姓王姓李姓张的，我在毕老师都等着急，大伙都沾着点儿。我不着急，我不着急。那也不行，写歌词儿是这么写的，你得许配赵家，不能许配大家。那你就说呗。哎呦我的妈呀，你咋？哎呦我的天！我儿子整飞了。哎呦我的天！就老赵家是不是？对，就老赵家。小儿我自幼儿啊，许配赵家。哎，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叫他呀？哎哎呀！上一次老莫会上，我爱上七八个呀！哎呀，你干啥玩意？唱好好，能不能好好演？你啪了啪了踹我，都给人整蒙圈了都。大哥呀，你说你就一个人啊，你就一个人，你爱上七八个呀？爱一个就够了，一个能够吗？一个够，够啊，一个够，爱上人一个呀。他的名字叫刘德华。你干啥呀在这块儿啊？不是，你是不是疯了？咋的了？那刘德华能看上你呀？哎妈，我怎么的？我长得这么美这么漂亮，他为什么就看不上我呀？我跟你说，能看上你那个也是马德华。马德华。哎呀，这咋的了？啥都看不见了，是不是停电了？谢谢谢谢谢谢。还真是演绎的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啊，非常干净，非常利索，嗯，而且还挺有趣儿的。美中不足的是阿丽下手太狠。实际上，刚才包括用那个盆的拍，演员就有这种牺牲精神。你们有今天的好人生，包括你们的艺术的成就，包括中央电视台给你们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我觉得你们今天的在这表演足矣。我会带着老师和毕老师的祝福，我们会在舞台上更加努力，走得更远更久。谢谢大家。谢谢。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组选手。
是在搞服装秀是吧？三组表演，三套服装，三种形象，百变媳妇儿，这是是吧？好，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回忆一下，他们两位抽到的是哪三个关键词？我刚说完百变，车祸是72遍，打酱油，即兴功夫大比拼，挑战开始。哎，有人吗？这人都干嘛去了？哎，你给我倒杯水。不是，先生你好，我这里是婚介所，您是？新来的，不认识我，我可是你们这儿黄金至尊 VIP 啊。啊，哥，我确实是新来的，但是你有啥事啊？打酱油肯定不找你。征婚。征婚呐？对。那你看，哥是这样啊，我需要呢先给您登下记，然后我再给你慢慢介绍我这儿的女孩，行吗？好。姓名？刘伯庆。年龄？31。性别？你看着办吧。不好意思哥，不好意思哥，难啊。那个哥，您那个具体啊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呢？大个儿，漂亮的。不是，我说 你是我家黄金 VIP 吗？是啊。那你怎么能不了解我家什么情况？哥，就在我这登记过的女孩啊，我别的我不敢保，个个都漂亮，个个都像明星一样，保准有你喜欢的。哼，上次就是你们这儿给我介绍个女朋友，说长得那个漂亮啊，瓜子脸，大个儿。我说那还等什么呢，赶紧见面吧。这一见面可倒好，哼，真是瓜子脸漂亮。人家的瓜子脸都尖儿朝下，他朝上。这我还不生气，我最生气的是这个女孩一只眼睛看不见。那都给你介绍了，我回到你们这儿我就急了啊！我找到你们工作人员，我说你们这不骗人吗？ 啊一只眼睛看不见，你猜你们工作人员怎么说的？咋说的？说我没有骗你啊，当时我说得很清楚啊，女孩到我们婚介所看到你的相片之后一眼就相中你了。一眼呢？哥、哎、哥您先坐您坐。这个呀我向您首先说声抱歉啊，肯定是我们工作人员没跟你说清楚，但是你放心，今天在我这儿绝对不会出现这种错误，知道吗？希望吧。再一个哥，其实我说实话啊，你现在你就说现在时代这些小女孩们都时髦，长得也漂亮，你知道吗？还有一句古话说得好，你还记得吗？女大18变，越变越好看，知不知道？那也不一定。那你看孙悟空72变，咋变都是猴。哎，什么意思？哥们儿，你就是上我这儿来不是找对象来了是吧？找茬来了是吧？不是你这。从你一进屋的时候，你坐着啊，我就给你介绍我这女孩啊，哪个好哪个漂亮，你就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那你想找啥样的？啊？都别说我这女孩长啥样了，你先瞅瞅你自个儿成吗？来来来，你让导演都瞅来，看你瘦的像炉钩子似的，你说你，哎呦我的妈，还咋吧呢？来再瞅瞅这五官，来，那家长得赶上车祸现场了。这个不好看，那个不好看，谁好看呢？脸打嘴。老妹儿。咋啊？老妹儿。不是哥，我没多说啥。老妹儿。我就那意思。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从此形影不离。我突然发现，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真的爱的就是你。那个哥，你这个歌哈、啊、唱的还挺好听的。这个也不咋好听，瞎唱。但是希望能明白我的心意。那个哥，那个那啥，其实吧，就是刚才你一进屋的时候，那个我一眼就相中你了。啊？不是，两眼相中你。吓我一跳啊。谢谢大家。在婚介所里能把这仨词儿捏到一起，
我确实觉得难能可贵哈。所以我觉得年轻的二人转演员有一点好，就是撤回现场这个是算是一个网络用语了，是吧？对对对对，就是这个说人长得磕碜。所以你们这个二人转演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就是学习能力。谢谢老师，谢谢大家。那接下来我们请上最后一组选手，通过大屏幕来回忆一下他们两个抽到的三个关键词是什么：暴脾气、美男子、折叠。这个也真是一点关联性没有哈。对，小伙倒算是美男子啊、嗯，还行吧。三个词根本就不搭配，后来我想到折叠啊，我正好我有这个员工。又能突出我老公这个功夫，然后还可以突出那个折叠这个词。我们看他们给我们折腾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我这神经衰弱，睡不着觉，失眠，觉还轻，天天睡不着，天天。哎哎，你一天大早不睡觉干啥呢？搁这啊？这叫学习。你天天敲这玩意儿，你学习啥？学习啥？这碗都能打出音乐来。你拉倒吧，让朋友们看看这碗，天天敲，天天敲。我家厨房的碗吃饭都没有夹事，你敲啥你？我让你听听，来，有没有节奏节奏，你敲的好，但是我也不愿意听，听够了，知不知道？再说你愿意敲，天天敲，你换点别的行不行？啊？换点别的你会吗？换点别的，我什么不会呀？我这暴脾气。你让朋友们看看，让朋友们看看，我一时看不见，你又把饮水机桶给卸了、啊，你能不能做个美男子行不？美男子把这饮水机桶给你吹响，你看看行不？别吹了，能吹啥音乐呀？来来，你听听来。我这失眠跟你有直接的关系，你知道吗？这也没有假设，我还真整不了你了。你干啥？我要是不把你折叠起来，你真是……媳妇干啥？来急眼了，你媳妇、啊，干啥呀？这是啊，媳妇，哎哎，干啥呀、啊？你就在这撅着吧。你别走啊！你走，我怎么办呢？我呀，谢谢大家，谢谢。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再次为我们男演员的功夫鼓鼓掌。谢谢，谢谢。而且我们很欣喜地看到了我们男演员在这个环节恰恰除了他的硬功夫，哎，我们还看到了他的才艺。谢谢大家，谢谢。李老师啊，我觉得吧，就是都坐在那个那么有分量的椅子上，你为什么就不能唱两句呢？唱就唱。谁怕谁呀、啊？二人转有转出好人生，那你就不能把京剧转成二人转吗？其实呢，说起中国戏曲呢，真是千差万别，琳琅满目。不太懂戏曲的很难分清楚。最大的区分方法其实就是曲调和声腔。哎，咱就拿国粹京剧《四郎探母》里做工那段，咱来举个例子啊，来，早战。见公子到林间，不由本宫喜新鲜，站立宫门叫嚣奔。好，那咱们就尝试着用二人转的曲牌
小翻车和胡胡腔来演绎一下这段，咱们看看是什么味道，好不好？一见公主到令箭啊，不由本宫喜新鲜呐、啊，公主啊。宫门呐、啊，叫小翻呐、啊，呀！那么现在三轮大比拼已经结束，现场可以说是火药味十足啊！那到底谁会成为本期的最佳人气选手呢？那接下来我们请傅玉龙带领大家现场投票。每一位观众上台来领取一个乒乓球，你喜欢哪位选手就把乒乓球投给哪位选手。我要提醒观众朋友们，拿起手机开心一摇，您将有机会获得由君乐宝乳业为您送出的健康乳品大礼包。逗君一乐，开心是宝。本节目由君乐宝乳业独家冠名播出。想了解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视网、农视网官方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经过三轮激烈的比拼，今天的人气选手已经产生了。那就是刘伯庆、苗旭。好，那么下个星期六在转出好人生的舞台上，比拼依然上演，精彩还将继续。转出好人生十场室内的人气王争霸战告一段落。我觉得让我现在最大的感触就是说，就有点像二人转演员上台表演一样，台上欢声笑语，台下心酸苦辣。我们这次录制真的也是一样啊，我们演员在舞台上的那种绽放啊，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欢乐，可能让大家很难想象背后的这种付出。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谢谢电视观众对我们的支持。下期乡村大世界继续转出好人生，下基层送欢乐，快乐大庆行带您走进中国温泉之乡大庆市林甸县。主持人毕明星和傅玉龙将分别带领前十期的优秀二人转选手现场展开比拼，深入基层，走入钻井工地，近距离接触真正的一线石油工人，更接地气的原创节目，更火爆的升级对决，尽在下期乡村大世界。